这是什么呀？爱家老师接子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本宫明天要请假一天，钦此。原来是张请假条啊！啊，连名字也没有写。小荷兰，这是不是你写的？回去告诉你娘，圣上有旨，宣他明天进殿。看把你能的！ 啊，这还有一张，亲爱的爱家老师，由于我哥明天结婚，我要入洞房，请假一天，小董明，你回去啊，把这个请假条拿给你嫂子，问问你嫂子批不批准，你那叫闹洞房，还入洞房？老师，结婚为什么叫入洞房呀？ 这个相传在原始社会时期啊，男原始人看上喜欢的女原始人，就会用木棒把她打昏，然后带回到自己的山洞里面。这就是最早期的入洞房。现在结婚的婚字就是一个女的被打昏了，不用搭讪，不用约会，不用告白，一棒子下去就带回去了。哇塞，还得是原始社会好呀，老师。 那你等等我，明天我也带个木棍来打昏你，以后我就不用学习了。怎么要造反啊？你再凶吧，你也是来学习的啊！你给我到后面站着去。能。